那个钱花少了是不是？哦，这样，天津这么多有钱人呢啊，没事可以往台上扔啊。哎，对，什么金戒指、金砖啊，拿我当梅兰芳好吗？对，你会成为梅兰芳的。嗯、哎呀，谢谢，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天津演出了，好多次了。天津啊，这是曲艺之乡。嗯，每次来天津演出的时候，心情特别的忐忑。是啊，特别害怕，有点这个紧张。因为天津很多朋友都懂相声，都喜欢相声，爱听啊，爱听曲艺之乡嘛。嗯，什么京韵大鼓，对，相声、快板，天津快板、评书，很多都是在这儿长大的。哎，对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来这儿心情都会紧张。嗯，好在是什么呢？怎么好在我们就比较红啊，就是好在不要脸啊。当然不要脸，这是演员的这个基本素质。对，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当然了，就得不要脸。嗯，我们行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要脸就是不要脸。哎，不要脸就是要脸。对了，仔细琢磨其实很有道理、啊、说我这个人啊，我台上我要脸吧，嗯啊，我羞涩一下，我要脸，因为台底那么多人，哎呀，我要脸，一要脸观众这干嘛呢啊，这不是不要脸吗？啊，对了，我们花钱看你羞涩来了。哎，我们花钱看的就是你不要脸，知道吗？我们台上撒开了，呵，拿出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大家。嗯，大家觉得呵，这个演员啊知道要脸，这票钱值了。当然了，要钱就是要脸啊。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就是想要钱，就是不能要脸。哎，对对对啊，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素质。嗯，满坑满谷的观众我们得对得起您，是拿出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您。太好了，朋友们都知道啊，相声，嗯，两个人往这一站，嗯，这叫什么呀？什么呀？对口相声。啊，对呀，形式简单，是只有两个人，一人一个话筒啊，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对，打到您的耳朵里，哎呦呦，进入您的思绪里，嚯嚯嚯，一琢磨，哎呦，我、哎、天，你疯了吗你？你配合我干什么？废话，你台底是不是查字典了你？没有没有，说这么溜这边，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嘛？嗯，把这个好包袱，哎呀，大伙儿心花怒放，对，说明咱俩得配合好，特别开心。哎，对了，他说对了啊，啊，得配合好，哎，没错啊，两个演员往这一站。嗯，一捧一逗，哎，逗哏捧哏，关系配合要默契。对了，好比是什么呢？什么呀？红花绿叶这么陪衬着，哎，有这么一比。对了，有的朋友说，红花绿叶，逗哏的是红花吗？啊，对，没人搭理你都。好家伙，你看观众朋友们这个渴望的眼神啊，谁渴望？逗哏的就是红花，哦，捧哏的就是绿叶。啊，对了，一般这个绿叶啊，啊，要比这个红花要大一些，啊，知道吗？对啊，我遮阴啊，那可不是吗？嗯，难为这边的朋友了啊，哎、对对对，基本上看不到我，哎、不好意思啊，净看叶了 啊，一会儿我捧一个，好不好？哎、对想下了心了，那个，吓死你自己啊！我们是红花绿叶，哎，有的朋友说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可以吗？不可以啊，可以，是可以的啊。今天我给大家演一段单口相声啊！哎哎，床前明月光，哎哎，疑是地上霜，哎哎，举头望明月，你回家，低头，郭德纲，大姐你怎么了？你低头郭德纲，我是不是有那么个小吗？你要不说谁知道啊？不是您等着，什么意思你？怎么改当口了？就是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就可以了。不可以，你见过那直挺的花吗？那除了葬礼的别那花别的那直挺的，知道吗？有花就得有叶，你看那送那花了吗？也都有叶，真行。这人谁送的？拿走拿走。对，不是，你看两个人聊天啊，一般都是这么聊。嗯，大哥今儿天不错，咱上花园瞧瞧花去吧。对，逛花园啊，都这么说。你听过这么说的吗？嗯。哟，大哥，今儿天不错啊，嗯、咱上叶园瞧瞧叶儿去吧。有这么说的吗？那光有红花没有绿叶？那就必须有，这配套的。有花就得有叶吗？啊、有花就有叶。是花就有叶吗？啊，多新鲜呢！别让我问住了。你问呢？霸王鞭有叶吗？霸王。仙人掌有叶吗？仙人球有叶吗？
你都怎么琢磨的你啊？咱说那个花儿，四季的开的那个花儿，什么？你瞧这模样，您说那个盆儿栽那花儿，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花儿，嗯，我跟你这么说啊，怎么说？我站在不动地方啊，我能跟你说出200多种来，光有花没有叶儿。不能，嘿嘿，你说呀，你听着啊，来呀，冬天下雪了，呦，你看，有这功夫治治嘴，听我的，治嘴干什么？您这什么嘴呀、啊？这叫冬天下雪了，雪了还，你是不是喝融雪剂了你？我北京人说话有点口音。你玩去，你哪儿人？你哪儿人？郊区的。北京郊区哪儿的？郑州。您这个郊区就是远了点啊。这是说这干嘛呀？冬天下雪了，雪花吗？天上飘的那个雪花有印吗？雪啊？雪花呢？可能没有。谁说有？站起来，我看看。你说你公愤了都快。没有，你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确定有吗？那我换一个段子。你要说有，我说不下去，这个段子进行不下去。这就是红花，你瞧瞧。好。两个人聊天一般都这么聊，怎么聊啊？哟，大哥，今天冷啊，天上飘雪花了。是是是，你听见过这么聊的吗？大哥，今天冷啊，天上飘雪叶了。还飘雪，没有这么说的吧？这是别扭，对不对？你看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就是新鲜啊！你们这么喜欢抬杠吗？天津的支柱产业是抬杠。干嘛？你说干嘛？你说干嘛？干嘛不行？干嘛？嘛？说的嘛？那个、忘了。哎呀，第一个节目就这么坎坷。我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你看刚才我说的好好的，我都铺的好好的啊。我说天津不好演，你知道吗？白铺。炒菜搁点葱花有印吗？我都不好意思说没有了。你撒点盐花有印吗？这没有，这盐花哪有印？胡来了。你别往回拽，拽不回来。是，因为我在想后边怎么办。哎呀，媳妇哄得了。那个大海那个浪花有印吗？耍一趟刀花有印吗？扎一趟枪花有印吗？俩猫在那撒花有印吗？大姑娘那个变花有印吗？班花有印吗？班花。校花有印吗？萝卜花有印吗？有。我可逮着了我。吓死我了，各位！我可逮着了。这句他要不逮我，我死这儿了，我必须死这儿了。废话，你甭划过去啊！萝卜花有印吗？分那萝卜能没印吗？那地里种的大白萝卜得滋印啊！您说的是地里长的萝卜，你什么萝卜？门说的那个。还门说的？我们说的是眼睛里长的萝卜花。就是晶体混浊那个玩意儿是吧？这是一种病，眼睛里长萝卜花、哦、没听说过那位眼睛长萝卜花滋出4个印儿去、哦、没事还得拿剪子搅。嚯、哦、
那都好看吗？那是不好看，对不对？嗯，你甭说这个啊，就连树都有没叶的，哇，终于入活了啊！您等会儿，树没叶的我太知道了，那死了那个，完了雷劈了那个都没叶。我看你像被雷劈过，也不是怎么瞧着的。我们说的是正经的树，没死，一棵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病虫害怎么防治？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我操，您那手势。有点邪教的意思，真好，知道吗？行了行了，这哪儿好没瞧出来？不是您这不还有这个玩意儿呢？当然了，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中国。我说在中国，我能不知道吗？发生在美国，啊，就外国。对了，哦，美利坚合众国。是是是，美国的首都叫做花生豆。花生豆啊，那不是叫果仁儿那玩意儿。华盛顿干嘛？华盛顿，华盛顿。哎，在华盛顿的二环路边上，二环路边上，人家是有二环吗？这相当于北京的二环路，就外环线。对了啊，长了这么一棵树，是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哎呦呦，病虫害怎么防治？怎么浇水？怎么施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美国科学家面前。哎呦，不知道，他们都傻了，嚯嚯嚯，全都懵懵了，又还懵懵了。哎呀，后来这件事情被美国的总统。啊，现在美国总统是谁？特朗普。现问呐，特朗普知道了。哦，特朗普。得亏特朗普有一个手下叫王富贵。对，王富。哎，您等会儿，您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了，就特朗普那外国人，长那样那个，美国总统手下有一叫王富贵，这都是什么关系进去的？这王富贵是我同学。我们俩人不错、哦、他打工打到那儿去了。哦，也是郑州的。嗯、哦、有本事，人家有本事。那是那是，河南人有本事。对对对，他知道我在植物学上有一定的建树。哟，你还在植物学有建树呢？我植物学家呀。哎哎，植物学家。大姐，你要吐啊？是怎么着？不是，你看哪呀呀呀呀呀，干嘛？问题是你看哪植物学家这么说？我植物学家哟。你怎么了你啊？我开心呐。不是，你还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能的呢？有有有。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王富贵，你打啊、嗯、他让我去一趟那个美国。哟，我骑车我就去了。你骑车？你等会儿吧。 我怕他那个。对对，你骑车奔火化场得了，听我的。那骑车到得了美国吗？我说到美国了吗？你不是骑车去了吗？骑车奔机场。去机场骑车去？那怎么了？滴滴像我这模样打滴滴多危险！我觉得您这模样可能挺安全的，现在啊，你瞧这模样，哎呦呵，我都替司机危险啊！不是，天津所有观众都是捧哏的吗？你们都学过是不是？问题是您这模样还有什么可危险的？纳了闷儿，很危险，我就骑车奔机场。哎呦，哎，到了飞机场给我气坏了。怎么呢？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嘿。啊，连个存车处都没有。废话，谁知道有骑车去的？我就踹碎了。我踹碎了话，买一张飞机票。买机票。嗯，奔美国。这就去了。到了美国，还下了飞机。怎么着？有一专车接我。哦，拉砖的车。什么叫拉砖的车呀？你砖车不是拉砖的车吗？专门接我的车。还专门接你的车？我问你，见过两开门的车吗？两开门，那小跑，跑车。对了，见过四开门的车吗？是汽车就四开门，嗯。那你见过三开门的车吗？三。完了，接我的车三开门。三开。哎，仨门都在一边，我从中间上，两边下。上去之后，嘿，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咱们石家庄管那个东西叫卡。全世界都叫卡。刚要刷，哎呦，我问那大姐，我说大姐，白宫怎么走？啊，大姐说对面坐去。嗨。坐反了，我上对面坐去，花了我四毛钱啊！到了白宫，哎呀，特朗普领着我，嗯，看到那棵树了，是，我就告诉他们，这太简单了，哎呦呦呦，病虫害怎么防治？怎么浇水？怎么施肥？这是什么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都告诉他们了。哎呀，好家伙，特朗普都傻了。特朗普，他准备赞美我几句，哟，拉着我的手，赞美你，啊，夸夸我呀，还夸你？哎呀，你这个小孩真聪明啊！哎呀，我的乖乖！你等会儿，这是特朗普，这是你们村长啊。他
他那个国语是跟那个富贵学的。啊，就学成这样的。嗯，哇，真改造人，你们。你这个小孩真聪明啊！哎呀呀呀呀！我不能叫你背来呀，还背来呀？嗯，我得给你拿钱，拿钱花花。有奖金？那当然了。多少钱？多少钱？啊，人民币100万美金。人民。哎，那个，这钱花得出去吗？人民币100万美金，这到底什么钱啊？是人民币是美金呢？就相当于美金好几百万。美，你是不是说错了？这美金好，这到底什么？反正不老少。是美金100万？你听见什么了就退票？不是，我到底多少钱？我挺关心这个，我还怎么了？我感觉我好危险，我现在。你是有点病危那意思了，我跟你说，有点。就很多钱，上千万。这就上千万了。人民币啊。哦、怎么了？我数学不好，怎么了？我数学不好都要退票啊。你说这玩意儿挣钱也太容易了，你说是？嗯、相当于人民币，反正1000来万吧。哦呦，怎么了你？1000来万。嗯，这钱的底数什么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还小道消息？明年的4、5月份。明年开春，咱们北京，北京的通州区，原来叫通县，也要长这么一棵树。哎呦，一模一样。是啊，中国的科学家到时候也得找我。干嘛？他们也有奖金，人民币差不多1000多万。估计明年4、5月份我去不了。那你这病危了是怎么？什么病危？什么病危？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他媳妇生孩子，我得伺候月子。您这挣钱生产两不误啊，这玩意儿。不是，您等会儿吧。去不了。这都什么理论呢？人栾云平媳妇生孩子，你伺候什么月子呀？啊，我愿意。我劳动了，怎么了？哦，那你应该负责那叫。不是您什么意思？不是，就是中国这奖金就是您是挣不着的意思是吗？嗯，就是全中国就您一人知道这个，就我一人知道怎么回事。哦，就是，哎，这聊天啊，聊天越来，我现在瞧您老高大了，现在，就是您对自己这门就是这个技术啊，还有这个学问，您保守吗？我不保守。就是别人向您请教，您教给人家吗？我当然教了，有什么说什么呀。我这人一点都不保守。哎哎，月儿，你告诉我的呢？啊，你想学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想学，我想挣钱。你直接说呀，我这个人不保守。我这是不就我就不我怎么这么着吧？啊，您教给我啊，我这1000来万挣到手啊，我呀，我请你吃冰棍儿。怎么样？好大方。可以了，冰我买冰柜怎么样吧？冰棍冰柜都没关系，不就是想学吗？我大大方方。岳老师，岳明星，岳大腕，我想跟您请教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还岳明星岳大腕呢？嗨，我虚伪，就什么意思呢？我可以教给你。不是，我说实话，我是想挣钱。想挣钱我可以教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看我说得分钱吧，有条件吧？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儿。什么事儿？我是怎么学的，怎么教给你？什么意思？怎么学的，怎么教给我？对，那我肯定是你全套我都得学呀。当然了，没问题呀。好吧，不是，那您是怎么学的？我呀，啊，你等会儿，您那不是好学了？我怎么觉得像？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不用。您大声说出来啊！我呀，啊，我是怎么了？给人家啊，给人怎么了？当儿子学来的。给人当儿子学来呢？你要跟我学这个，嘿，不用当孙子。那就废话，我往下当像话吗？这个不是您什么？就是我得给您当儿，不是您这个，我挣1000来万，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吧？我。什么？这哎，怎么了？怎么了？想什么呢？不是你废话，给我当一辈子儿子，我美死你！
我浪死你！不，什么叫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您说，半的小子吃死老的。我在外边拼命挣，拼命挣，拼命挣，你在家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你要吃死我呀！不是一辈子，就这么一会儿，就摊上。你学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逢年过节，你要是给我买点东西，这算你的孝心。哦。如果说不给我买东西，我也不挑你的理。那好，两个人走在大街上，你要装不认识我，我也不说什么。太好。如果说走到死胡同，两个人实在是抹不开面了，你抬头问我一句：“爸爸，你干什么去？”挺好。哦，你就别着吧了，别就、啊，你应该说听相声去。哦，就是台上就是教完了，下台咱俩老就是不往来的就是、啊、老死不相往来。对呀，可以啊。行，学吗？学。行，挣钱谁不去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告诉什么？其实啊，最早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外国，这根儿在哪儿啊？发生在国内，还是中国？当然了。哦。在河北、山东、广西三省交界处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交得上吗？这个，这三省挨着吗？这玩意儿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啊、哦，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父子爷俩前去捧地去，哦，就捧着捧着地，哦，儿子抬头一看，发现一棵树，是光有树干没有树叶，怎么回事？他就问他旁边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在他的右边，哦，他就问，这是怎么回事？父亲一听就明白了，滔滔不断连绵不绝都告诉他的儿子了，他的儿子在他的左边、啊、然后呢老有这个、嗯、他儿子一听就明白了，是是是，你明白了吗？不太明白，我还挺天真的，我觉得不是，你这不就是父子爷俩交谈吗？对、就这意思啊，嗯，就是农民种地是吧？啊，那行，那行，来来来来，您教我，您教我，咱们先捯饬一下。什么叫捯饬一下？干嘛这是？因为在过去啊，啊，这个太阳呢比较毒，哦，就是太阳晒，老年间嘛，啊、嗯，那会儿后羿还没有出生，所以说有十个太阳，这还有点玄幻剧的意思了，嗯、哦，就怕把这个脑门啊给晒爆裂喽，哦，怕把这个脑子晒爆裂了，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啊，嗯，那您上面这怎么办？这儿啊，啊，这儿已经爆裂了，就怕它散喽，哦。这就是那八居子给箍上，哎哎哎哎，哦，那我呢？我也这样啊，跟我学呀、啊！我跟您学哈，嗯，哦，我也把头包上哈，是吧？这个，哎，是这样吧？嘿，还挺凉快。那是，那我都电风扇了。这我系哪边？这个甩哪边？我来啊！我，哎对，哎哎哎哎。哎我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好家伙，哎呦，这太紧了，我这，哎呀，我呼吸有点困难了，老弟，不是，这样就行了啊，哎，这就箍上了哈，这个好比是锄头，哦，这还扛着锄头干活的哈，扛在肩膀上，啊，那我就跟您，我跟您是吧，跟着我学啊，还要学，对，这还有四句唱，要跟着我学啊，这还有唱呢，那当然了。哦，我还跟您学啊，哦，我也这样哈，啊，哦，哦，行，咱俩这抬棺材呢，咱俩，你不让我跟着你，跟我来啊，啊，您来，我哪知道干嘛是，今天。是哪儿出的声？这是怎么这么难听啊？我没痔疮啊！来来来，不是，这我也唱这个啊！跟我学吗？我跟您学啊！您再来呗，再来呗。今天没有事儿了啊！今天没有事儿了。我怎么我比他还怯呢啊，比我还垮，嗯，你学会等一会儿，嗯，我没事你也没事像话吗？你不让我跟着你学吗？这你得唱第二句，
哦，还有第二句呢。那当然了。哦，第二句什么？第二句是前去胖胖地儿了。你等会儿，你没事儿，我胖地，你怎么那么懒呀你？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呀。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没反应过来我啊。不是你就是我唱这句哈啊前你放不紧啊打头来啊啊打头来、啊、今天没有事儿了前车胖胖地儿溜来在这地头上嗯哦你是不是有点便秘啊？恰恰胖胖地儿溜。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他妈等会儿啊！你们家多少地啊？你不让我捧地吗？你不能老捧地呀、啊。那怎么？你唱第四句了。第四句什么词儿啊？合着你不会呀、啊？我要会，我给你当儿子呀。哎，也有道理、啊。废话，你教我呀！你唱第四句。第四句什么词儿？第四句好啊！发现目标了。发现目标了。啊、哦。动作、眼神啊。这还有动作呢。哟呵。哦。看见了树木有印儿了。啊，这就看见了。这就看见了。哎呦，这都快啊！这个。唱完这四句，还有四句白口。您这还有白口呢？那当然了。什么呀？记住了，动作、口气跟我一定要齐齐。咱俩得合拍，不齐齐还不行。那我听听什么词儿？放下了出，一出二出两三出啊，胖子了低头戳下了出，嗯，不用出。这嗯是？这叫闪一眼落在板上，这还有眼有板呢。那当然了。哦，行，从头来。我还得有动作是吧？嗯。今天没有事儿了。前车胖胖地儿溜真难听哎呀来在这地头上嗯嗯哦来点乳酸菌吧听话的不是大哥大姐你别那么笑行吗弄得我害臊我还有动作哈这是看见了树木有叶溜放下了出一出二出两三出啊旁边的地头戳下了出嗯不用出行这都算学完了明天我就挣钱去了挣完钱我把户口都消了我说拿你儿子谁认他呀哼我明天挣完钱拿你儿子买房买车拿你儿子出早点1000万且花一阵儿呢我得干嘛呢算账呢算什么账你打我干嘛我这喊你呢你喊我啊你喊我什么我说啊你儿子啊那我呢你得答应啊你告诉我答应不就完了吗哎不行哎怎么有爸爸切儿子不切的吗让各位一瞧不像亲的废话压根儿也不是亲的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也这样我哪样横打鼻梁一拍胸脯哇这不是男的爹吗你叫儿子祖妈呀记住了吗其实学不学无所谓了哦就我这还得就是那这个哈、啊、嗯就是横打鼻梁哈啊哇爹呀哇你在缺了羊你在打头来打头来今天什么毛病没有事儿了恰车胖胖地儿溜来在这地头上嗯嗯哦瞧瞧去吧嗯看
街那树木有印儿喽。房间出一出二出两三出，旁边的地头说起来出，不用出，真齐的啊！我说男的儿子啊，哇，爹呀，哇，你叫儿子走嘛呢？儿子，你叫爹走嘛呀？我揍你！我干嘛？你装什么傻你？啊？还玩反问我一句？我叫你干嘛？你不知道？啊？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你？什么玩意儿？跑着占便宜来了？你叫我干什么？啊、我叫你，我叫你，这树子没有印儿，我问你干嘛？啊？你问了吗？我。没有问我，上来就打。我是谁？行了，我是你爸爸。行了，我是你皇阿玛。哎呦，行了，我是你老豆。行了，没没了了。你没问，上来就打，像话吗？那不就喊你问你不就完了吗？你得问我呀。啊，是我怎么问你？这样问的，爹呀，你看那个树怎么没有印呢？我这不就告诉你了吗？喊一问你的后边的没有别的啊，就喊完很快就告诉你了。行行行行，爹呀，哇，别忙，那打头来。那你这句你答应什么呀？今天木有词儿了，下去碰碰地儿了，来在这地头上，好多了，看见了树木有印儿了，放下了出一出二出两三出，碰完了地头戳下了出，不用出。就这奇迹！我说男的儿子，哎，爹呀！哇，儿子，你叫爹祖妈呀？爹呀！哇，那棵树怎么没有印儿呢？哪棵树啊？那棵树哪一棵呀？那棵树，你把眼睁开，那、啊、就眼秃了这棵树。这棵树啊？这棵树啊？你他娘的傻小子呀！怎么呢？这不是电线杆子吗？我电线杆子，别唱。